我们现在在古山区，然后我们今天走的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行程，因为法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无所事事的浪漫。我们差一点就走到博尔了，但是因为我们车停在原本的地方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骑 U-Bike 回去。告诉大家，高雄全都是 U-Bike 2.0 哦，台北的朋友们加油喽！现在前半个小时不用钱，我们要走回去牵车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能住在桥下。哦，白露丝的家。我们在元亨寺，这里可以看到高雄的，这叫什么？市景吗？我们可以看到高雄的市景，这边看不到日落，要去西子湾才看到日落，所以就是一个古山的神秘景点。我们要跟他拍照了，看还有假的樱花跟一些佛寺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怕我是不方便多做一些评论，因为我做一些评论的话，我可能就会下地狱，十八层地狱，所以就还是不要讲。大家新年快乐！这边如果用一些小技巧的话，会蛮像在日本的，仅限于这一块，是这么小一块的。哇，我们现在好像在京都哦，就是要这么的低。我们现在在高雄韩国学校，你看很特别。现在看到高雄跟韩国这两个字都会心惊一下，然后那边有个爱韩馆，喜欢韩国的朋友可以过去。它这边原本是一条水沟，走到底的话就是海，然后现在的话就变成一个老街，所以有很有名的马吉跟面包可以来这边吃。我买了。什么阿三哦？我们买了三郎的餐包，还有这个阿棉瓦吉的草莓大福。嗯，我现在吃完，好想去吃牛排了。好，我们要去吃牛排了，走了。我们要吃牛排。阿罗哈卤味很有名，阿罗哈。我们这样也逛了一整个下午，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每次来高雄的话，下午可以去古山区跟盐城区晃晃。好了，下次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